空中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个节目。我是孙宝林，在这二十八集的《约翰福音》的研读里面，我们将会进入《约翰福音》的世界。我们不，我们不仅仅想要了解经文的意识，我们也希望能够知道经文对我们生活信仰的意义。我想谈到《约翰福音》，每一个读者都会有一种感觉。 就是这个《约翰福音》的犹太味道特别的重，我们随手翻几页，我们都会感觉到这个犹太的味道扑鼻而来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我们就用时间来说明吧。《约翰福音》的故事的发展基本上是环绕着犹太人的节气来进行的。犹太人非常重视的月节，在这个福音书里面。 出现有三次之多，第一次在第二章，第二次在第六章，然后第十三章到十九章，都是在月节的背景之下而发生的。除了月节，还有第七章的祝棚节，除了祝棚节，还有第十章的修电节。除了这三个很重要的节气以外呢，还有安息日。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、第九章、十九章的背景都是安息日。那刚刚我说的呢，是从时间上面来讲，这个福音书的犹太味道很重。除了时间，地点也一样。我们读约翰福音的人，会感觉这个福音书的发展几乎是围绕着耶路撒冷来发展的。我们可能会问。 那么浓厚犹太味道的作品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里面的人物，呃，包括这个福音书里面的主人翁耶稣基督，也不过是一个犹太人，跟我们华人世界两千年后的华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我们呃有一些老外朋友到我们中间来玩，他们来的时候。 这刚好是我们的节气，比方说是端午节了，呃，比方说是中秋节了。我们都知道，端午节、中秋节背后都有故事，都有一些的传统。比方说，端午节是为了呃纪念一个爱国诗人屈原而有的一个节日。那么中秋节呢，呃，背后有一个故事，呃，嫦娥奔月。 那么还有一些的历史的背景，就是民间起义等等。那老外朋友中秋节、端午节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们能够明白就是节气的背后的意识，固然有意识，可是不知道也没有问题。他们还是可以吃粽子，他们还是可以吃月饼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困惑在我们的心里面。 这个福音书犹太味道太重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。除了这个福音书故事的主人翁，他的诞生给我们有旅游放假的借口以外，还有什么样的意思呢？我想啊，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，我们通常称之为序言的这段经文是为什么那么重要的原因。我们来一起来看看这段的经文。 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。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猜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。 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反而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。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义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为他做见证，喊着说：“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。”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这段经文的重要性。 在于说明，这个福音书不仅仅是为了犹太人写的。虽然这卷福音书的犹太味道很重，可是这个序言告诉我们，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讲的一切，是关乎所有人的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如果我们在仔细的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时间的开始是在历史的以前，太初有道。 道与神同在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这就是说，在时间开始的以前，在一切的族群、一切的人类发生以前，这个道已经在了，而且所有的族群、所有的民族都是由它而生的。 没有一个不是借着他来造的，所以关于他的这个故事，其实是关于所有人的。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是犹太味道很重，可是它还是关于你和我的一个的故事。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尝试呢，用各种的方法，把这个序言或是说《约翰福音》里面的意识，跟不同的文化。 做成一个连接。呃，当然犹太人就不用说了，有些研究犹太信仰的人就把这个《约翰福音》的第一章一到十十八节这段经文和旧约的《创世纪》的第一章关于上帝创造天地的这个叙事放在一起。《创世纪》的第一章说：“起初，神创造天地,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神说，” 神道，神说道，神的创造是通过他的话语，通过他的道，跟约翰福音这边所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接近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呃，有一些研究的人也把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讲的道呢，和箴言的第八章里面的智慧相提并论，因为箴言书里面的智慧也是创造的根本。 一些研究圣经的人也认为，希腊的哲学可以和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一到十八节里面的“道”连接成为一体。在希腊的哲学里面，有一个门派叫斯多亚派，他们相信这个宇宙呢是以一个原则、一个原理、一个道为中心的。 所有的创造，所有生命的那个维持，前面的道路发展，都是以这个道为核心的。研究的人就说，这个斯托亚派里面所说的原则、原理、道，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道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福音书虽然是犹太,太的味道很重，它还是关于所有的族群的。当然，我们华人。 也有这样的一种的，呃，可能性。有一些研究约翰福音，还有我们中国文化的人，他们说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讲的道，跟我们道家里面所说的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是可以相提并论的。所以你看，在呃，至少在学术界里面，对于这个约翰福音的研究啊，就觉得它不仅仅是犹太人的，也跟所有的族群有关系，因为宇宙啊。 世界都完全的展示这个道与不同文化、不同族群的关系。我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一些啊弟兄姐妹会认为，上面所说的道啊，未免是太过抽象，也跟我们的距离太远了。啊，不要谈宇宙，不要讲世界这些大道理，我们自己的小世界。 可能是非常非常的混乱，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能是一团糟。你跟我讲什么宇宙的有什么的原则，有什么的理、啊，对好能一些的朋友来讲，太过的抽象，太过的远。他们希望能够具体一点，能够真实一点。所以有一些的朋友呢，就可能，呃，相信就说不要谈的那么抽象的道了。 就是很具体的，呃，怎么样可以，呃，可以清楚的让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，或者让自己，能够更加好。那自己更加好的讲法呢？有些人的讲法就可能说，呃，自己呢，更加的能够挣更多挣，自己呢能够挣更多的钱，自己的家庭呢会变得更加的富有，更加的好，然后整个的社会、整个的国家呢变得。 更大、更加的强盛。我想这种的想法呢，呃，不就是错？不过呢，我们也会想到，有一些很有一些人是非常的有钱，在我们的社会或者是世界里面，有很多人非常的有钱，可是他们也真是穷的只剩下钱，除了钱以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呃，不仅仅什么也没有。 他们对身边的人造来带带来的是苦痛，他们自己生活在幽暗里面，也让别人生活在幽暗里面。我们也知道，一些国家、一个社会，可能是非常的发达、非常的强大，可是这些、可是这些的发达、这些的强大，也可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下的，所以他们也生活在黑暗里面。 也让别人生活在黑暗里面。我们都不知道，其实我们生活在幽暗里面。我们需要一个光来光照我们，使得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有光亮，一次的有温暖，一次的有能力。在这里，我就想到，我曾经读过一个有关海伦·凯勒的一个传记。 凯伦·凯勒是美国十九世纪的一个教育家，也是一个嗯政治的活跃的分子。可是凯伦·凯勒呢，是瞎的、聋的、哑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不能看见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听见，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的黑暗的里面。 凯伦·凯勒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健康的小孩只是十九个月大的时候，他害了热病。这个热病夺去了他的视力，也使得他的听力失去了。在这个不能看、不能听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，他连讲话的力量、连讲话的能力也没有了，所以，他就是在生。 所以他就是生活在黑暗的日子里面。他的家人也很疼他，他的家庭的环境也不错，所以基本上就供应海伦所有的需要。可是凯伦没有办法能够和别人沟通，他自己就生活在他自己的黑暗里面，他只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表达，要人来的时候就把人抓来。 要有人离开的时候就推开别人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他没有办法向别人讲什么、表达什么，他也不能够明白别人要讲什么、要表达什么，他自己生活在黑暗的里面。他家人给他养玩洋娃娃，因为疼他，也希望呢他有一些玩伴可是海伦并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。 所以，他对对，他就对这个洋娃娃，爱的时候就非常的爱；不爱的时候呢，就成为他宣泄的一个的对象。有一次，海伦·凯勒的一个老师，就是叫苏利文，苏利文老师呢，呃，送了一个一个洋娃娃给海伦·凯勒，他也呢尝试在这个海伦·凯勒的手上呢写一些字，呃，用英文拼一些字。 希望呢，这个海伦凯勒呢能够明白呢，每一个事情都有它的名字，像人有它的名字，物件有它的名字这样子。那希望呢，海伦凯呢能够透过明白每一个事情都有一个名字，他慢慢可以表达自己，慢慢慢慢可以知道别人要表达什么。有一天，苏立文老师就拿着一个杯子，里面剩了一个水。 里面剩了一些水，那尝试呢教导这个海伦，杯子里面的水是 WATER 水，然后这个杯呢是 MUG 梦。可是呢，海伦呃不知道老师究竟要做什么，他以为这是好玩的一个游戏，在手上写着一些符号，他也很聪明，能够呢。 学会这些的符号，可是他不知道老师在做什么，所以当然他既然不知道老师要做什么，他当然没有办法能够满足老师的那个期望了。老师没有气馁，不断的在他的手上写上 “W A T E R” 水就是杯里面的水，摸这个杯子就是 “M U G” 摸。M、可是对海伦来讲，看不见。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就发脾气，就把苏利文老师给他的洋娃娃一甩，甩在地上，破了。这个海伦把这个洋娃娃弄破了，可是，在他的心里面是没有丝毫的感觉。在他后来的呃传记里面，他回忆这段的时间，他说。 我一点点都没有难过。我在黑暗的世界里面生活，没有感情，没有爱意，也不会后悔。可是这个苏立文老师没有气馁。谈到这个苏立文老师呢，他是在海伦大概六岁的时候闯入他的生命当中的。苏立文老师也是很年轻的。 一个的老师，到海伦凯勒的家当家庭教师。他第一天来到海伦家的时候，就送他一个洋娃娃，然后在这个海伦的手上写上 D O L L，告诉他这个洋娃娃呢的名字就是 D O L L。L 每一个物件。 都有名字。的。海伦不知道老师要表达的是什么，他以为是游戏，所以他很快呢也能够写 D O L。可是他不懂老师要表达的是什么。当然，过了很久，这个海伦学会了很多的拼，可是他不知道这是字，他不知道这是语言，他不知道这是道，所以呢。 到了一个关头，就是刚刚我说的，他没有变办法分辨水跟杯的时候，他就很生气，把洋娃娃给摔破了。老师没有气馁，把海伦牵到屋子外面的一个打水的房，在那个打水的房里面呢，老师在打水，把海伦的小手放在那个水龙头之下。 让他冲着水，另外一只手呢，他在海伦的小手上边写 W A T E R，就是水英文的拼法，然后放在脸庞说：“这个就是水。”一直的在这样做。海伦在他的后来的传记里面说。 那一天的下午，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水龙头之下，在我另外一只手上面写着。他刚开始写的时候是很慢的，后来越写越快，越写越快。突然间，海伦说：“我突然间发觉，原来那股凉凉的，留在我手上的。” 那么美好的东西叫 W A T E R 水。突然间，他明白，原来每一个事物都有他的名字的。他马上明白老师要做的是什么。他也突然间明白老师之前的日子里面所做的每一个的事情。他知道以后，马上在老师的手上先写。 W A T E R 放在老师的脸上，他开窍了，他看见了那样东西，就叫水。他突然间明白，原来每一件事情都要名字的。他说，他好像灵魂的深处被呼唤醒来一样，他突然间看见了。 他如今突然间明白了，他突然间知道每一个事情都有他的名字，所以他就急忙的要去学。他牵着老师的手，到了每一个地方，他都摸，要老师告诉他叫什么样的名，什么样的意思。每一个地方，他都要老师告诉他是什么样拼。在后来的传记里面，他说这一段经历，就好像出埃及一样。 以前是被囚为奴的，在黑暗里面，现在是得见光明了。他摸索到屋子里面，找到他刚刚不久前才摔破的那个洋娃娃的旁边，他摸摸摸到那个洋娃娃，拿起来尝试把它把它修补好，可是没能没能修补好。 这个时候，在他后来的传记说，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。他是第一次感觉到后悔，第一次感觉到歉疚，是因为言语，是因为字，是因为道，让海伦苏醒过来。 我们在听的时候，可能会认为，呃，这是很感人的一个心灵鸡汤的故事。不过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不是海伦嘛。我们能够看见，我们能够听见，我们能够讲。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够会讲。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有很多人的嘴巴不能吐出恩言，只能吐出谎言，只能吐出愤怒的。 憎恨的语言。有些人能够听，可是他听的不是真道，他听的是谣言，是是非。有些人能够看，可是他看的都是不应该看的东西，他看不到真理，看不到人生的道路。这些人都在黑暗里面。可能我们不在黑暗里面生活。 因为我们能够看，我们能够听，我们能够讲。可是，如果说我们认真，我们认真的凝视我们的生活的话，我们会发现，很可能我们生活在幽暗当中。不仅仅我们生活在幽暗当中，我们也使得其他人也生活在幽暗当中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这位道已经到我们中间来。 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有真理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手上，写上了我们的名字，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写上了，让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写上了什么叫爱，什么叫盼望，什么叫信。在这个福音书里面，有很多的人，让耶稣闯进他们的生活当中，在他那么生命当中。 写下了重要的词语。一个撒玛利亚夫人，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写上了活水；一个犹太的老师，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写上了新生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耶稣是否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写下了什么？写下了你的名字？写下了你的盼望？ 写上呢？你的信心，还是你的生命急需要耶稣闯入，使你看见光明，从黑暗中走出来。不仅仅你自己走出来，也让在你身旁的家人、朋友都在光明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亲爱的耶稣基督。 求你进入我们身上，求你进入我们生命当中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何为恩典，何为生命，奉你的名求。